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职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没想到勇士会成为西部第一支进军半决赛的球队，当然这里绝对没有看不起勇士的意思，只是想不到其他三组对决会如此激烈。实际上勇士原本应该4-0晋级次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送了掘金一场。在 G5 一战，科尔摆上了死亡五小首发阵容。实话实说，当秘密武器变成常规打法时，就显得没有那么有杀伤力，因为勇士这套五小阵容是有明显短板的。快船五小是5个锋线压阵，从高度到对抗足够，而勇士有3个后卫，防守势必压力山大。但是勇士依旧淘汰了掘金，库里的沉稳表现还有小佩顿的爆发拯救了科尔，拯救了这支在不断试错的勇士。场均7分却高居联盟第二，你是普尔的榜样，也彰显了库里的伟大。薪资专家鲍比马克思感慨，本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勇士裁掉了小佩顿，因为他的190万美元合同期将得到部分保障，但是联盟其他球队并没有认领他。3天后，勇士再次签下了小佩顿。实际上当时勇士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就是为了省钱，在不确定佩顿能够提供多大帮助的情况下，这样做确实没错。而赛季初科尔接受采访时直言，澄清期内他在祈祷没有人看到小佩顿。而最终勇士给小佩顿的金额是1年老将底薪，但是只有35万美元保障，打不好勇士亏的也不多。常规赛期间，小佩顿展现了极强的竞争力，虽然场均只有7.1分，但是他的内线命中率联盟第二，二次进攻效率联盟第五，防守效率联盟第十，勇士队内仅次于伊戈达拉。单凭这些数据，普尔就已经值勇士给他的底薪了。而来到季后赛，科尔并没有给小佩顿太多戏份，场均只有6.8分。准确来说，小佩顿只有在 G3 和 G5 有一些发挥空间。G3 一战，小佩顿出场14分钟，4中4拿到11分。G5 一战，小佩顿8中6拿到15分。而小佩顿的真实有效命中率均突破85%，高居联盟第二，仅次于76人的尼昂。小佩顿他有3大优点，其一，防守端真玩命，这是继承了他老爹手套男的衣钵，毕竟当初也是单方敲打的男人。小佩顿的防守不仅仅是凶狠，更重要的是判断精准，懂得保护库里和身边队友。简单来说，看小佩顿在防守端的表现，就像是站在上帝视角，就像是我们玩 2K 一样。当布置好防守体系后，小佩顿一直在兢兢业业完成各项防守工作，从卡位到对抗，从逼抢到协防，但就这一点，他绝对值得勇士付给他的底薪。而第二点，就是小佩顿的空切和二次补篮。实际上从常规赛开始，小佩顿就展现了极强的进攻敏锐度，包括和库里之间的空中连线，和伊戈达拉的空中连线，和格林的空切配合。他的身高确实不高，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真强，脚下犹如安装了弹簧，这也成为勇士替补衔接段重要的终结方式之一。甚至小佩顿还征服了科尔，一度跻身首发阵容。第三点，就是他的自信心的提升，这一点也和库里以及这支勇士有关。就以 G5 为例，比赛最后时刻，克莱被夹击，库里被夹击，格林没有投射，小佩顿敢于站出来轰3分，敢于冲击篮下上篮终结。当他在之前6年经历了人间冷暖，当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时候，他的任何提升都成为了亮点。他才是普尔真正学习的榜样。之前在 G2 结束后，普尔曾说，他会在赛后仔细观看库里是如何影响比赛的，他希望像库里那样打出自己的贡献和能量。实际上从科尔到普尔，他们都太着急了，急于为后水花时代培养接班人，培养下一个核心。可是普尔也才在本赛季崛起而已，他身上有太多不稳定因素，一些不可思议的投篮他能进，这体现了他场下的努力程度。可是一些战术的执行，他有些自私，他无法兼顾水花兄弟和自己数据的平衡，这一点绝对急不来。因为勇士现在的目标是总冠军，不是培养库里接班人。普尔应该像小佩顿那样，从防守端贡献能量，进攻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够分担库里和克莱进攻压力最好，但别指望普尔场均25加成常态，那样反而会拖累球队。当然在勇士，角色球员的爆发已经成为常态，今年小佩顿就是典型代表。为何到了勇士，角色球员都能打出能量？这离不开库里。还是以 G5 为例，小佩顿在第4节关键时刻的得分，
库里都愿意为小佩顿在高位做个挡拆后，立刻拉到弱侧，吸引防守注意力，换其他任何一支球队，你敢想象吗？举个例子，杜兰特会为德拉季奇挡拆然后拉开空间吗？字母哥会为马修斯挡拆吗？这就是库里的伟大之处，他愿意为了球队牺牲，他愿意用他自己的吸引力成就角色球员，携手前进，这一点非常难得。勇士本赛季已经渐渐展露一些冲冠苗头，但是我想说，勇士需要更多的小佩顿，而不是普尔。只不过今年夏天，勇士想留住小佩顿，恐怕有些艰难。而对于掘金这边，赛季结束，对于不同级别的球员，意义也完全不一样。约老师可以顶薪续约，而对于有些球员来说，赛季结束意味着失业。对，这个话题很残酷，因为下赛季他们想留在这个联盟，需要看别人脸色，需要从一份非保障合同甚至十天合同打起，哪怕表现再努力，都有可能被放弃。场均11分钟11分，你又要失业了。考辛斯，下赛季还能出现在这个联盟里吗？这里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勇士淘汰掘金后，追梦格林回家第一件事是录制自己的播客节目，这其中他重点聊到了考辛斯。他整个系列赛表现都很棒，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如果明年考辛斯不在球队的阵容名单里，那这些球队真的疯了。因为他的发挥，掘金拿下了第四场，而 G5 也差点让他们赢了。只不过后来库里火起来后，这种情况下他们拦不住的。我们先来看看考辛斯在这组系列赛做到了什么。场均出战 11.4 分钟，能够拿到 10.6 分加 3.4 篮板加 1.2 助攻，两项命中率高达 65.5% 加 66.7%。 如果换算成36分钟标准数据，那就是场均30加10的水平，这真的非常厉害了。简单来说，考辛斯能够维持约基奇不在场时球队的进攻效率。就以 G5 一战为例，考辛斯打了15分钟，12中8，其中3分球3中2，拿到19分4篮板。第三节末段连续强吃卢尼，并且命中压哨三分。第四节追着格林打，海兰德和福布斯给他的喂饼，从抛投到中距离几乎弹无虚发，真是把科尔惊出一身冷汗。因为勇士现在连限制考辛斯的球员都没有，卢尼技术粗糙，明显容易吃化，格林不够高，张大帅波特则欠缺对抗，速度也慢。考辛斯现在这种表现值不值得留在这个联盟？但是在掘金主帅马龙这里，他的回应是他对球队的影响力很大，过几周我们会讨论他的未来。突然想起几个月前考辛斯代表雄鹿的处境，前一天布登霍尔泽还在夸考辛斯是球队内线重要依靠，第二天雄鹿裁掉，雄鹿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不是你不够好，只是我们不想要场均 16.9 分钟能够拿到 9.1 分加 5.8 篮板。考辛斯一定是想留在这个联盟的。当进行赛季总结时，他说，我已经证明了我可以属于这里，我属于这个联盟，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很感激掘金给我这个机会，成为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回顾考辛斯生涯这几年，从鹈鹕到勇士，从勇士到湖人，从湖人到火箭，从火箭到雄鹿，再到如今的掘金，为什么考辛斯到哪都没办法坚持下去？其实道理很简单，他的伤病问题，谁都不敢让他占据球队一个固定位置。当初鹈鹕拿火箭时，考辛斯跟腱撕裂，到勇士时期的股四头肌撕裂，再到湖人时期的左前交叉韧带撕裂，可以说运动员最容易受到致命性伤病的地方，考辛斯都有了。之后他被湖人爽约，湖人签下大莫里斯，被火箭转为保证合同后裁掉，不想耽误他冲冠，再到雄鹿和掘金，现在考辛斯能得到一份合同就该知足了。他必须要感谢马龙教练，在考辛斯就要淡出联盟时拯救了他。当然马龙也并不是愿意承担全部风险，从3份10天合同到一份困难特例，当考辛斯终于稳定表现后，掘金才给了他机会，才让他成为约基奇的真正替补。试想一下，如果夏天自由市场有更多选择，掘金是不是还敢给考辛斯这个机会？考辛斯处境很尴尬，冲冠强队看不上他，弱队不需要他，他想在这个联盟活着，只能夹缝中求生存。所以在离开湖人后，当代表火箭出战时，大莫里斯都敢指着考辛斯鼻子叫嚣，而考辛斯只能无奈苦笑。其实勇士挺需要考辛斯的，我还记得科尔曾在季后赛开打前说过，如果他知道怀斯曼这个赛季不打，那他一定会继续寻找一个合适的内线。其实勇士在下赛季也许该给考辛斯一个机会，竞争上岗，考辛斯身边还有克莱、库里、
格林这些老人，而且依靠心思现在的水平，保持15到20分钟的高效输出没有问题。他是有一定投射拉开空间的能力，终结效率也不错。现在任劳任怨的态度没得挑。至于其他球队，满足不了考辛斯的梦想，希望考辛斯短暂的掘金生涯能够让他得到继续站在联盟证明自己的机会。昔日联盟第一中锋，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